又是卤牛骨髓的一天，今天卤的稍微火候有点大了啊，所以就不那么满，一小勺一个。哎呀妈！今天先吃骨髓后干骨的，哇！完事儿，来一盆原有的牛骨髓，这是纯原切的骨髓啊，看到吗？哎呦，上次我拿骨髓没等抠子就掉出来，老铁说：“哎呀，你全是鸡蛋糕灌的，这种就是糊大劲儿了，掉下来了啊！”你可以问问他们懂的，嗯。你自己看，鸡蛋糕它不可能会拉丝儿。你看那家伙，就这点孙子辈的，这不是最过瘾的了，一口上头系列。牛骨髓，
有骨髓。你们老说这个牛骨髓是假的，不能呀，这个是，看我在那个就我们这边这个专门卖牛眼肉那里买的。这东西特别上头，来个大田螺。哇，好肥呀。这个有的就吃起来是咯吱咯吱的这种小籽子的，看，有的就吃起来，哽哽啾啾的那种肉头的。